就在那里，我们走了，拜拜。哎呀，你看他的舌头，按满不要买。花生吗？不是，就是那个东西太小，它只能舌头。按满。嗯，他头哥哥，他头弟弟。他的东西放弟弟呀。手手，因为手手放不起来，那个东西太小了。小小的啊。他应该吃完就吃，他就可以拿着吃。快吃完了，这样我们快结束了。红萝卜也可以啊，红萝卜都先吃完了。看着你脚不要这样子，脚这样有比较好。哦，他啃竹子，他啃竹子，吃竹子。哎，他可以转一下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他可以转了吗？哎，绕跑。啊！好。可爱呀！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直播对不对？他来看着我，我好直播对不对？真的，这就是吃播啊。弟弟好不好吃？要不要吃竹子？你的竹子跟他的竹子一样吗？哦，他在剥皮哦。对，他在剥那个是什么？